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啊，入围的有啊，这个部分是有五位，史英英、余嘉伦、再见再见、郑丽斌、游子泽、风元气、郑荣兴、客家大戏、国贝汉、雨花姑娘、郑荣兴、2017精致客家大戏、彭丰美人，以及郑丽斌、李天禄的四个女人。好，我们恭喜以上五组这个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入围者。